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一览国学。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，判断一个人心正不正，只需看这一点，建议你试试。点个订阅，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，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这一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他们或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或成为相伴一生的爱人。但是，无论是何种角色，我们都希望对方是品行端正的人，彼此能长久来往。 生活中，许多人都戴着谦逊的面具，却让人无法看透他最真实的模样。然而，任何谎言都是有破绽的。一个人的人品如何，在细节之处自有答案。正如司马迁说的：“小事见格局，细节见人品。”人品好坏虽然没有绝对的标准，但是在相处的过程中，以及看对方的为人处事，就会知道对方到底是怎样的人。 无需绞尽脑汁去测试一个人的人品，从细节就可以看出来。看他对周围人的态度，对父母的态度，百善孝为先。如果一个人在对待父母的时候都不能够做到孝顺友爱，那么我们便很难相信这个人在对待外人的时候会有一颗真诚的心。这样的人当然更谈不上人品好了。对弱者的态度，细节之所以骗不了人。 就是因为细节通常能表现出一个人的习惯，即使这个人再善于伪装，他的某种习惯也会在不经意间暴露出来。谦卑的人和弱者同行。丰子恺在绘画方面造诣很深。有一天，他画了一幅卖羊图，一位农人用两根绳子牵着两只羊。当画拿出来给大家欣赏的时候，一位农人笑着说：“错了，多画了一些东西。”丰子恺不解，问：“哪里错了？” 农人说：“牵羊只要牵着头羊就可以了，其他的羊自然会跟着来，因此一条绳子就可以了。”果然是高手在民间，丰子恺受到了启发。一个人再强大，也仅仅是一方面很厉害，不可能面面俱到。被你瞧不起的弱者，也是某方面的高手，只是他们没有展示的舞台，没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台。 当你可以融入到弱者的群体的时候，就可以借用他们的智慧，成就更好的自己。比方说，牛在奔跑的时候是否翘起尾巴，问一问放牛的孩子就知道了。大白鹅遇到危险的时候如何自保，要问养鹅的人。文章写得好不好，不是自己说了算，要问一问读者的意见。治理国家的人也要懂得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的道理。所谓艺术，就是取之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。 所谓管理，就是和职场上的人做朋友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；所谓赚钱，就是汇聚人气，让大家都来支持你的生意。一个越厉害，越要守弱，和弱者一起前行。《格言联璧》里写道：“古今来许多世家，无非积德。天地间第一人品，还是读书。”以此可见，人品不仅是道德素质，还是为人处事的智慧。通过观察一个人对弱者的态度， 就会发现他的言行是傲慢无礼，还是尊重别人；是懵懂无知，还是成熟睿智；是小肚鸡肠，还是大度从容。做人不要拿自己的强势去贬低别人的弱势。作家 J.K. 罗琳曾说：“一个人真正的教养，不要看他如何对待比自己身份高的人，要看他如何对待比自己身份低的人。如何与比自己身份高的人相处，取决于一个人的情商。” 可如何与比自己身份低的人相处，取决于一个人教养和人品。情商高的人能让强者如沐春风，人品好的人能让所有人相处不累。人生在世，谁都有可能变成弱者，谁都有可能需要帮助。只与会讨好强者的人来往，关系没有保障。等自己落魄之时，也许就是对方落井下石之际。唯有人品好的人，才是一段关系的保障。换句话说， 往后余生，想与值得来往的人深交，便要看他对待弱者时的态度，那里藏着他最为真实的人品，而自己的人品也将展现于对弱者的态度之中。的确，一个人可以隐藏他的外表，但是他却隐藏不了自己身上的细节，因为细节常常是一种习惯的表达。所以，判断一个人的人品好坏，只要看细节就能略知一二，看他对父母的态度是否孝顺。 看他对弱者的态度是否同情，看他对有恩于他的人是否感恩。一个人品好的人必定心中有爱，一个心中有爱之人，自然掩藏不住自己爱这个世界时所表现出来的细节。第二个细节，遇事敢于承担责任。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平时表现得谦谦有礼，一旦遇到什么事情，整个人就慌乱了，想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，而是忙着推卸责任。正如毛姆说的，要使一个人显示他的本质，叫他承担责任是最有效的方法。遇事不推诿错误，敢于承担责任，是对他人的尊重，也是一个人好人品的体现。看过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故事，曾经美国有一个11岁的小男孩，在踢足球的时候不小心把球踢飞，击碎了邻居家的玻璃。邻居向他索赔12.5美元。12.5美元并不是一个小金额，在当时的美国可以买到125只下蛋的母鸡。虽然闯祸后的男孩很害怕，但是他并没有选择逃避责任，而是去找父亲求助解决方法。父亲了解事情后对他说：“对过失负责。”但是男孩没有钱能赔给邻居。父亲说：“钱我可以先借给你，但1年后还我。”在那之后，这个男孩为了还父亲钱，开始了艰苦的打工生活。仅仅用了半年，他就还清了欠父亲的12.5美元。这个男孩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。一个人的人品怎么样，就要看他遇事时的处理方式。不管是在生活或工作中，勇敢承担责任、解决问题，远比一味的推卸责任重要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言行即人品。永远不要做那个遇事推卸责任的人，犯了错就该勇于承担后果，不逃避。遇事敢于承担责任，绝不逃避问题、推诿责任的人，一定是个人品极好的人。最后一个细节，凡事懂得为他人着想。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，离不开换位思考。毕竟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，看事情的感受也各不相通。你是买家，觉得卖家太暴力不厚道；你是卖家，觉得买家挑三拣四很麻烦；你是员工，觉得老板太独断过于强势；你是老板，觉得员工太懒散没责任心；你是后辈，觉得总是被长辈念叨很烦；你是长辈，觉得难被后辈理解。拿破仑曾说过，懂得换位思考，能真正站在他人位置上看待问题、考虑问题，并能切实帮助他人解决问题，这个世界就是你的。懂得以心换心、换位思考，凡是为别人着想的人，人品一定不会差。盲人打灯的故事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。有一个盲人走夜路的时候，手里总是提着一盏照明的灯。他是盲人，其实打不打灯都没区别。附近的人很好奇，问他打灯的原因。盲人说：“我提着灯笼，既为别人照亮了路，同时别人也容易看到我，不会撞到我，这样既帮助了别人，又保护了自己。”孔子说过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强加给别人，而是要推己及人，多为别人着想。做人做事让人感到舒服，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人，一定是个人品出众的人。有人说过，人品是最高的学位，德与才的统一才是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人才。一个人的人品都藏在这些生活中相处的小细节里。当一个人敢于承认错误，不推卸责任的时候，他便得到了别人的信任。当一个人主动守护他人的隐私，不让人难堪的时候，他便赢得了别人的尊重。当一个人懂得换位思考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时候，他便收获了别人的认可。人品好的人像是一杯清茶，与之交往久了，便会觉得周身清香，心情惬意。人品不好的人则如同一瓶墨水，时常与他在一起，难免会沾染上黑色的印记，使自己也在不自觉中陷入到很多是非的复杂圈子中，难以自拔。然而在很多的时候，一个人的人品却是可以伪装的。即使这个人心的阴暗、冷酷无情，但是他在初次与人交往的时候，却仍然能够表现出亲切友好、谦逊有礼，让人对他打消防范心。可是一旦我们与他深入交流之后，他的本性便会暴露无遗，甚至会做出很多伤害我们的事情，令我们悔不当初。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